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大般涅槃经》经本第475页，我们今天从475页经文第五行第一个字开始讲起。啊，善男子，这个善从这里开始讲起。请看475页经文第五行第一个字，善起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遇恶赖病，有善知识而以之言，如若能到须弥山边，病可得差。所以作佛必有良药，味如甘露，若能服者，病无不愈。其人自心信是是矣。既往彼山采服甘露，其病除愈，身得安乐。恶赖病者，愈诸凡夫；善知识者，愈诸菩萨摩诃萨等。自心信受，欲是无量心。须弥山者，欲八圣道。甘露味者，欲以佛性。赖病除疫，欲离烦恼。得安乐者，欲得涅槃常乐我净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续诸弟子，聪明地智，世人昼夜常教不倦，诸菩萨等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有信不信，而常教化，无有疲怨。我们继续前面佛陀为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及大众，说明菩萨修学《大般涅槃经》所得到的十相殊胜的功德利益中的第七项。啊，前面六项我们都已经介绍完毕了。啊，那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十相功德力中的第七项殊胜功德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修学本经，能够得到，能够成就无上大涅槃、三德涅槃、常乐我净的净因。啊，净因就是能够直接引发的涅槃的果，这四个因，这四个净因，第一个就是清净善友。啊，这个清净善友就善知识。但对个初发心的人，都是先从菩萨示现朋友啊，然后接你啊，那原来他是菩萨来做不请自由啊。啊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哎，他帮你解决。最后这位善友就引导你亲近
啊，诸佛菩萨呀，亲近善友是亲近善知识啊。那第二项能够成就专心听话，啊，能够气理气机专心听话。如果你不气理气机呢，啊，你听没几下就不耐烦了。所以我常对我们佛陀嘉义学院那个初阶的入门。我们进阶班嘛，两年，我就请他们读完一年以后，对这个佛学的概念已经有了，啊，这是佛教的轮廓，这是法相名词，啊，有个概念明白了，我就劝他们要到十宗去听，一年以后你去听，到每一宗去听。如果你听了这个，哦，听了，哎呀，听了一点索然无味，虽然听懂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那你就很难专心听话了。我讲到每一宗去听，听到这一宗，虽然很深很玄，听不太懂，但是很欢喜啊，非常欢喜啊，那你一定会专心听话，因为你欢喜嘛，相应嘛。所以我就劝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形，你就专心听下去，啊，没有多久会把你潜藏在你八识田中的无漏的种子开发出来，很快就会误入啊。所以要能够气理气机，你就会专心听话，那只有善知识才能够活用啊，他才能够观机呀，啊，知道你的根性 啊，让你们得到你跟你相应的法门，哇，休息起来好轻松好愉快呀，啊，所以就能够专心听话。第三个细念思维呀，啊，就了解他的玄意啊，意在言外的玄意啊，思维如果是一文解义，就是三世佛愿，三世佛就说愿望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因为无尽藏比丘尼那大波涅盘经，经文就问他，他说我不识字啊，啊，有问题你就问好了。他说你都不识字，怎么能够解经呢？啊，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，意在言外。所以呢，悟无声啊，要悟空性，眼前境界生就是无声啊，了解这一切法空啊，这都要悟性啊，悟了以后你才有办法起观照啊。所以解悟正了解这个深奥的玄理，那解悟很像证，但不是证啊，啊，当证的时候你真的脑筋里面有的看出去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是相应，最起码是相那个相貌见，看到有知道它是空相貌见。如果你是心里有看出去的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，那绝对不是真的，就要观照了，哦，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细念思维，要观照细念思维，不要忘记观照离相，那最后你才可以如法修行，行六度啊，啊，从事入理，入理然后开悟见性，行称性六度十度而圆满佛道，圆满佛道就证三德涅槃了。所以第七项利益啊，能够成就这四项的不思议功德。那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部分是能够亲近善知识，这善知识非常重要，所以佛陀多方举例来说明善知识的重要。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一部分的比喻，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也是在
比喻说明善知识的重要。我们请看经文475页第五行第一个字，善起。善男者，譬如有人遇恶赖病啊，譬如有人、得了恶赖病的麻风病、哇，这个很麻烦啊，这不是普通的啊，这个疮啊啊油啊，麻风就传染了、很麻烦。而得了这个病，这不好医啊，一般医生呢、没有特效药还真的很难医啊。啊，怎么样呢？最后有名医真正理解了，所以这名医就像善知识而医之源呢、告诉他，如若能到须弥山边，病可得差。你假如你要到须弥山呢、到那里去找，去问，同时告诉他，为什么呢？所以你看，所以左后必有良药，未如甘露啊。若能服者，病无不愈啊。所以告诉他，在须弥山边，在山里面去找，然后画个图给他看，这种植物叶子长得怎么样，多高。味道是怎么样啊？把它画得很清楚，大部分会长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啊，比较干燥的地方，或者比较阴凉的地方，或者有太阳直射的地方啊，都告诉他它生长在须弥山生长的环境，你要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找得到这种植物啦、味如甘露啊，像甘露一样，甘露是不食药啊，味道非常的甘甜，这个不食药啊。什么人？如果这个人要死了，把他的嘴巴把它敲开，把它灌下去，甘露当然活过来了，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。所以这种药如果你吃下去的话，这死人都可以医得过来了，可以活过来了，何况你这个麻风病一定可以好。你一定要到须弥山的山边啊，去那里找，同时它生长的环境在多少高度，什么情形都告诉他的很详细啊。的若能服者，病无不愈，一定会好的。那这个人呢，其心自心信是细，是以既往彼山采服甘露，其病除以深得安乐了。那这个人受了这位善知识，也就是这位名医的教导以后，因为这须弥山很远呐、你叫这个名医都年纪很大了，他不可能跑那么远，他的身边也没有这种甘露的药，所以只能够你自己跑。就是你理解了以后呢？理解了这个药长得什么样子啊，在什么环境啊，在多少高度的海拔，你都理解了，你自己要去拔，拔了你要自己要去吃药啊，就是你道理明白了，善知识告诉你，你专心听讲，细心思维，接着你要如法修行，要自己去实践，自己去吃药，那病一定会好。他这个比喻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人听了一个信是事宜，既往彼山采服甘露，其病除以深得安乐。这麻风病就好了。说恶赖病者亦诸凡夫啊，善知识者亦诸菩萨摩萨呀。所以这个得这个麻风病的这种恶病的恶疾的，像我们凡夫一样，贪嗔痴慢邪见啊，自私自利很难根除啊，那怎么办？只好先你立钩前后令诸佛智啊，来给你感应，给你相应。所以初学佛的人感应很强啊，想希望得到说，果然就相应了，让你进佛门。那如果进佛门以后，你学习了佛法啊，你看到佛法知道，这不是求来，是要修来的不修不得所以经上常讲，
功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，是求不到的。所以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极乐世界不是求来的，是修来的、啊。那菩萨善巧方便，先叫你求就有了，叫你念佛求就有了。啊，所以净土经典，一般《阿弥陀经》讲的最，那版解释的最多，比其他经本解释的最多更多。有基础的浅的，啊，像基隆，啊，那个道元长老，他写的《阿弥陀经》解释白话解释，哎，那这很浅，就告诉你，哦，你极乐世界多美多庄严，去到那里啊，一切就很自在，生活无忧无虑，不会生病，啊，也不会老，哇、哦，这个寿命都很长，啊，那哎。你专心念佛就有了，啊，先让你生欢喜心，甚至是教你呀、啊。我常告诉你，这样不行，像只有这样的，品位都很低很低的，啊，即使你去了是品莲花宝，品位很低，所以要提升，要修。所以接下来你就要去看看宾中大师所讲的《阿弥陀经》要事，他就告诉你。啊，是修来的啊，不修不得啊，修才有德啊。所以他告诉你，这八功德水是怎么来，就是你修八正道而来的。啊，这个五重难行等等，你要修五根五力得来的。啊，他都告诉你，《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法义。啊，都是表法的，教你修行，怎么修才会得到果？你不修就不得，啊，所以啊，这境界的提升啊，修因才能够治果。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还在提升，你这个学习《阿弥陀经》要解，啊，那是藕益大师注解的，那是告诉你般若概念呐、啊，啊。你最后不是在这里想得到些什么东西，你修这些最后就离相啊，要知道这法界的真相啊，离相啊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要解已经渐渐的导入净土的般若的道理了。你这个研究完了以后还在提升啊，般若是中观啊，啊，还在提升入圆教啊。要读《阿弥陀经》圆中抄，圆教中道的道理呀、啊。《阿弥陀经》就讲圆教中道，这是天台中的实相的道理呀、啊。你要再契入啊，那境界就更提升了。啊，到最后要知道，这《阿弥陀经》讲的一经不改、啊，《阿弥陀经》疏抄啊，啊，莲池大师著的疏抄，嗯，啊，疏抄。比较简洁，所以有演义来注解它。我记得好像是优希法师写演义来注解这个疏钞啊。那净空老法师把疏钞跟演义合成一遍啊，让你方便研修学。那是用华严经一真法界在解释阿弥陀经。这样境界不断的不断的提升，叫你入一真法界，开悟见性。原来你发现，原来净土就是你的心呐、啊。心净则佛土净啊。如果你心呢、啊、放下万念，这世间是那么自在，那么庄严呐、啊。如果你心看不开，放不下。在你人我是非恩怨情仇，啊，利害得失，你到哪里都是秽土啊！你终于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为什么啊，《阿弥陀经》这个小本华严啊，小本华严呢、啊？因为它最后可以导入一真法界，华严的境界啊，所以提升啊。
所以你看这个善知识者一诸菩萨摩诃萨，所以他能够善巧方便，先你立钩牵，到最后入佛智，到了华严境界，那就是佛智了。佛的受用就在你的身心中显现了。所以自心听受亦四无量心呢、啊，那你自心听受就比数量心要去实践了。你看，这里就讲，不讲那么长，直接跟你讲数量心。啊，我前面跟大家说明，数量心不是你一下就可以达到的。此，哎呀，我愿意给众生啊得到快乐，我愿意牺牲奉献来拔众生的苦。当众生离苦得乐，哇，都比我殊胜，他过的生活都比我殊胜，比我美好。哎呀，我替他高兴，享受他的快乐。我这一般人太难了，一般人会嫉妒，你怎么会超过我？地狱我才可以，超过我就不行。哎、我们和四天王天的天魔就是这样，啊，他还不错啊，啊，他也有下品的比较低的四无量心呢、啊，因为他已经到了第四禅天了。哎，那个一界的第六天呢、啊？对不起啊，一界的第六天，但不能超过他，对不对？那上品十善比他还要高啊。可是超过他，他不欢喜了。那只要不超过，所以那个一界的第六层天的魔王天，他不是要你堕地狱啊，他不是啊。你不超过他就好了，超过他的嫉妒障碍了，这麻烦就来了。所以一般人啊，会看到。比你还有成就，比你过得还舒服的人，你还愿意帮助他，哎，这就不容易了，啊，这慈悲喜就是这样，喜欢喜，享受你的快乐，分享你的快乐，分享你的喜悦，舍冤亲平等啊，啊，那如果在我们菩萨的幻性的舍，那就三轮体空了。化为本分事，那境界就更高了。所以你一下能够做到这样，不可能，很难很难。尤其我们在娑婆世界，啊，各个自私自利啊，我法二字很重，烦恼心所26个，善心所只有11个、啊。那怎么从那里入？从十善业，下品十善，中品十善，上品十善，到了四无量心，它是中间的。数量心再上去啊，啊，那数量心一下就，你看十善都可以说成上中下了，那数量心当然也可以把它分成上中下，啊，那下品就比较差，可能在第六啊一界第六层天呢、啊，初禅天呢、啊，这个属于下品了，啊，那中品的这个禅定天更高了，上品的这四空天呢更高了，上品了，啊，所以数量心。达到上品再上去了，那就身口意三业清净，三业清净佛出世啊。所以我们前面刚讲过几项的功德，菩萨怎么去庄严他的佛净土啊？就是从上品十善入数量心，然后三业清净佛出世，然后三轮妙用普度一切众生，这样去庄严他的佛净土，也圆成他32相80种随行道。我们是前面都刚介绍过了，所以你看这四无量心多重要，在这里就直接点四无量心中间，四无量心以后啊，须弥山者依八圣道，你就可以入八圣道啊，啊，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这八圣道，不是他要背在脑筋里面的八圣道，哎，还要正见正思维。啊啊，这个正业正命啊，正言语正精进正定正念，他不需要啊。这八正道只是把一切啊如理如法的率性智慧道，把它写成八条啊，这个真理写不完呐、啊。所以，当你能够身口意三业清净，能够三轮妙用。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当你一切法都是佛法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圣言教的八正道，不立教条的。
叫做三轮妙用，身口意三轮妙用，通通都在帮助众生，没有一念会想到自己好处啊，完全不会，因为他知道法界一向啊，当体就是真如啊。所以你看，你有了自心信受益数量心，须弥山以八正道，你才可以率性之谓道啊。这率性之谓道，这八正道的表现啊，他不需要记这个教条啊。啊，那甘露为者益于佛性啊，你看啊，那是佛性开出来的，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自在啊，就是你的佛性。佛性的显现就是三轮妙用，通身化为真理，无上妙道啊。啊，赖病除欲，欲离烦恼得安乐者，欲得涅槃常乐我净了。那赖病这个麻风病除掉了，哎，你烦恼啊离开了啊！你看这麻风啊，真可怕、啊！你看得了麻风的人，当然整天都苦恼啊，没有朋友啊，大家都不敢看，不敢亲近他。因为他身上这里积了满年都是一秃一秃一秃的，还会痒，还会烂，看起来就很恐怖。他哪里就有朋友？人家看到他远离三尺啊，啊，嗯，所以他当然是很烦恼啊，嗯，他就是再有钱也没有朋友啊，他的亲人亲戚都怕他，怕他传染了、啊，这个会传染了、啊，所以他当然苦恼。麻风病好了，哎呀！对不对？你看多高兴啊，他可以过个正常人的生活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有朋友啊，亲戚都会有来往，也可以修行，有同山道友，多高兴啊！所以这麻风病好像离了烦恼了，得安乐者亦得涅槃常乐我净了，那心里非常的安乐，一种平怀泯然自尽，心安理得。所以、啊、安心就是道。宗门里面马祖道义说道，平常心是道。什么是平常心？安心就是了。但是安心不能还有一个安心的感觉，因为它是法味，本来就是安的，只是你不安心，告诉你安心就是。真正你倒觉得你安心，你说啊，我安心，心会见法，因为心本来是安的，你干嘛还要再加一个看到安心啊？所以达摩祖师啊，在他少室六门里面有一门叫安心法门，就告诉你入这个境界，不是还觉得你心安。这叫一种平怀泯然自尽，那样的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四平八稳，唯有恐惧，唯有挂碍，唯有远离颠倒梦想啊，非常的实在啊。所以啊，得安乐者易得涅槃常乐我净。那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续诸弟子聪明立志啊，世人昼夜常教不倦，诸菩萨亦复如是啊！一切众生有信不信，而常教化，无有疲怨啊！啊，就是这位有人，就好像善知识啊，这善知识菩萨摩诃萨是善知识啊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皆离苦啊！所以这个续是教化啊，无条件教化这个学生弟子们，教化众生，教化友情啊，希望他们能够聪明立志啊，能够认清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啊，你才可以放得下，能够告诉你让慢慢循循善诱，叫你认识到原来法界当体就是空的，那当体就是真如啊，是你的本心变出来的东西啊，幻化出来的东西啊，所以你眼前六根六尘六识，五蕴六入说处，五蕴六入说处是八界一切万法，啊啊，这个香臭啊，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没有一样不是心变出来，在人间皆念心，啊，它缘起我们眼前的境界，嗯，在天上也是皆念心。缘起天人的境界，
都是寻夜发现，万法唯心，心是第一空啊。啊，真空妙是第一空，空有具浅的一种功能啊。但是它是个活体啊，它是个记忆库，是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，这个大宝藏的大啊，所以叫如来藏啊，如来的大宝藏啊，大宝藏的藏库，又是记忆体啊，又是资料库，我们心太不可思议，它是空的，又没有大小啊，啊，这心不可思议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它是个活体，会随众生的业力啊，这业力。总挂是根本无名，知末无名，见思烦恼，还有有的着空，有的着清净，有的着喜乐，有的着五欲六尘，还有你的种种造作诸善恶业等，幻现司法界三千诸法，其实不止三千诸法，是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幻现它当体的形体，那这个例子我常说明，就像。你日有所思、啊、想得很 入心，那晚上的夜有所梦啊，梦得很逼真啊，梦见你有苦乐忧喜舍，梦不醒都不知道，醒了知道他当下即空，我们眼前就所有司法界都他变出来。那众生如果你造业看跟那一道相应，比如说我们人道啊，你有根本无明，有知末无明，有见思烦恼啊，你又走了五欲六尘，还好你懂得持五戒，修中品善，好，修生在我们现在科技时代，啊，你现在这个时候生活这么自在啊，那今天报纸登出来了，说再过8年，我们的科技啊，要发明了再生人，啊，把你身上打上了这个纳米，像那个小纳米，很小，非常小，它非常软，它要进去修补你的细胞。所以你永远不会病，不会死，不会老。欸、我不太相信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太相信，这 不可能，这一定会将来会变成另外一种变态，也很这个问题很大啊。但是你看，这种科技也不断在演化，但是有它的负面，它一定有它的负面啊。那个现在人的科技啊，是将来我们人会真的会越来越笨，因为现在都用这个。是用这个智慧的软体啊，你问他什么都可以告诉你，你问他什么都回答你，那机器人以后他可以帮助你做很多事情，而他不用读书了，你问他就好了，机器人就说99多少他都告诉你，你给他告诉很长的数目他也可以立刻回答你，那人都不想读书了。现在我告诉你，现在你看那个初一小学啊，他的不是错字，这个别字，这派呀，一大堆错字写不出来，因为电脑一打就有了。而且我们现在习惯了看错字、看别字，什么都看得懂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人家写了一大堆的别字、错字，我也看得懂他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所以是这个字，我们这个时代，哎，这是要修中品上才能够感得了，你知道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间法界，我们也有天眼通、网络，对不对？啊。那我们也有天耳通，对不对？还有手机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我们全台的电话已经少了一半了，大家不要用电话，大家用手机啊，手机都用了吃到饱，都不用钱，对不对？打国际电话不用钱，叫什么吃到饱那一种？因为我没有用手机，我看我的家人都，哎呀，打什么电话要钱呢？这个手机不要钱。我说那手机很贵，难道不要钱？他说我每个交多少就可以打国际的。现在大家都用这一套。你看，这都变成个天耳通，对吧？这是你中品善感得的，还你这样的业力，你本来是空灵不灭的佛性、啊、空灵不灭一个觉性，真空妙有不晓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我们的本心是真空妙有啊，不着于空有啊，不着于相待能所断常有，不着于世间法，不着于出世间法，这个空灵不灭的生命体呀、啊。啊，这本心呐、啊，你看他多自在啊！即恒沙妙德，无量的智慧，具足万法，能生哦，是吧？你看他可以遍现司法界，随你的心想，心想事成，一真法界就是这样，用万法为心呢、啊，让你造了业的啊！我们人间就是你有根本无明，有知末无明啊，有见思烦恼啊，又走了五欲六尘，还好。懂得持五戒修中品善，这股业力把你那个本来空灵不灭的觉性，对不对？
啊，你有业力，好了，外面形成了一个像水泡一样泡沫，我法二识形成了一个泡，要变成第八识。其实第八识整个体都是本性变出来，只是它有我法二识，有了生灭的四浪。好了，把你引到人间法界，就借着父精母血的因缘把你生下来，一生到人间，哎呦，看到人间法界，马上把它当真了，就以为真的我有身子，我有我的父母，我有什么，我的这世间的东西，哦，然后再加上在从小这样教育、社会教育、学校教育，所有的环境把你掀起，变成哇，本来你就有俱生我法二子，再加上来人间的种种的分别，变成了我分别我法二子，变成更执着了。啊，更是斤斤计较，不知道毕竟一场梦，啊，人真的很可怜。你看，大家在那，啊，争名夺利啊，对不对？丧失了慈悲心，互相在那里伤害，为了豪取强夺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择一切手段。你看我们当今就是这个样子，都在造业，自己伤害自己，不知道它就是空，只有你自己本经变出了假象。还有佛陀跟我们讲真相。这种康，做你那念心体幻现出来，这如来藏所缘不变，不变所缘，是你的行业发现，你的业力把你拖到人间，到人间法界，它本来是心中的幻境，但是你一生的人间法界，你都该尊重今年啊。但人间法界你看不到天上的业力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天是空的，所以叫做天空，有念有这个天空，还有外太空都是空的。可是你被天人的业力一升到天上界，到四空天，到哪一天呢？哦，这是真的，全都是真的，不知道他就是心啊，众生心力发现，当体即空啊，万法皆空啊。我们不了解这个真相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如果佛没有帮我们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，谁知道？那你知道就要修习离相，离相从理解了变成觉悟了，觉悟慢慢久了变成感受了，感受到了。感受到了啊，知道这种生就是无生了，但是当体即是梦境一样啊，像梦醒过来的生活啊，你就不会再执着了，你的观照力量就越来越强了，到时候一照烦恼就离开了啊，这些感情的烦恼啦，利害得失啦，恩怨情仇啦，啊，这个人我是非的烦恼，就看一照就马上就没有了，哎，因为它慢慢化成你的感觉，就有这样的接受，但还没有化成的感觉，只是你觉悟，只是觉悟知道这样而已。但是你看到了还是财色名食，所以还是真的时候，你就要努力呀、啊。所以那个意念思维就在这里，就要努力观照。那个时候有一半在对峙，除了观照还要对峙对抗它。等到你感受到了，那就真的智慧观照，智慧观照离相，因为你看到了真相。这是很重要，看到了真相，它当体即空，这个就叫做，哈，相貌见，哈，如知道焉，知道还有火，啊，你从这样起修，慢慢实，这个，如果是别教实住实行实回向，到最后你就可以破无明正法身，所以从这样入啊，所以你看，教化弟子聪明立志啊。教他们有智慧啊，教他们聪明啊，教他们了解实相，了解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，你才有办法看得开放得下、啊。你不了解真相，怎么看得开放不下？啊，就像你做梦，梦没有醒，怎么都看不开放不下，在里面跟人家吵架，在里面争夺，醒过来，康哎，他早就放下了，一醒过来，统统放下了。这个聪明立志，就是叫你看清真相，你才可以真正解脱啊。外道都是愚蠢的，你们的外道以为他很聪明，啊，他第一个大错误就是什么？以为这世间是真的有，啊，从有无二法生，从四大所生，从天地所生，从神我，从神性，从梵，真的有生，所以这个是有的。那有的怎么办？啊，你只要把心压住了，就不生烦恼。所以他用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，这是愚蠢的方法，一下手就愚蠢。你说他怎么出三界？他只这么压了死死的，对不对？就爬得很高，爬到四空天，现在很高，结果跌得惨，一下的摔到岛去了。那有什么？毕竟归零，到最后天天都在吃归零膏，对不对？那归零了啊，有什么用？所以
叫他没有智慧，佛教一下先让你了解真相，叫你教化弟子聪明立志有智慧，原来是真相是这样，以后你就放下教，这康宁我跟你计较，你要给你要给你，我生活过，因为我要靠这个色身继续修行，啊，我生活过，哦，这个色身，啊，我知道根本没有生死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就是我本心幻现出来的，我业才有连接这个身子，我在这个世间过完了以后，我拜拜了，我要啊，随因缘信托三宝，教护三宝，没有生死，心是从来不会生死的、啊。啊，心它的不生不灭，亘古亘今，比宇宙还要早，宇宙它变出来的，那也怕什么生死？聪明立志啊，知道以东哈加康啊，你才真正可以放下来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叙事教化诸动静，教他们有智慧，教他们聪明，教他们了解万灵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啊。诸位啊，我在学习啊，跟大家一样啊。要大家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菩萨教我如何聪明立志，我把菩萨教我的方法告诉大家，也希望大家聪明立志啊，认清宇宙的真相。康呢，它就是空性的东西，所以它空有同时就万境自如，它就是梦境一样啊。所以心如境也如啊，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，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啊。所以啊，世人昼夜常教不倦，世诸菩萨等亦复如是啊！但是啊，这个世界是个大染缸、啊，真的是个大染缸啊！那菩萨一定要天天教啊！啊，可是我们也不能勉强，所以你看，只要政府同意啊，开课，除了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政府下令所有的社教教育全部要停，社区大学要停。啊，那时候我们曾经停了几个月，一开放，哦，一开放了要挂口罩，要挂什么，还要挂面罩，哦，那时候上课好辛苦啊，又挂口罩，还要挂面罩。我说要开，赶快开，可以开这个，啊，只要可以开，挂防毒面具也要来开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家的挂防毒面具也要开，赶快把话传下去。为什么社会是大染缸？一个礼拜听一天不够的，所以啊。你们这个礼拜二的课一定要在网络上听啊，否则你接不下去啊，这个的熏啊，一直熏啊，一直熏。所以我为什么每次都要接前面小段接一下，因为有的人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网络，有的听礼拜二的，听礼拜四，有没有看网络不知道，所以我稍微再接一段，但是一定要接啊，不够啊，这个杀人缸所接触到的都是啊，都是贪财图利啊，他讲的都很好听呢、啊。你看呢、啊，啊，一个高铁站一下设那里，一下设那里，都是利益挂钩。一下什么电光呢，都是利益挂钩。还有开枪，砰砰砰，开88枪，还在那里搞得乌烟瘴气。大家讲的都很好听，哇，怎么爱呀、啊？怎么爱老百姓的，怎么样的？哎呀，你看做的都是这样，所以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是教你欺骗的，所以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人，如果是我们学佛，不要去搞政治，除非你是菩萨摩诃萨再来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没有办法，就是不能讲真话，对不对？一讲真话错，这报纸什么都给你攻击啊、哎！所以训练政治讲久了以后，弄久了以后会变成啊，讲真话要想啊怎么讲啊，讲谎话开口就是讲的假的，开口就讲妄语，开口讲的很自然，而且讲谎能够一斤两去讲真话能够一句可能给你看，他想半天才讲出来，我变颠倒了。你看这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你要知道啊，所以要常常听经，常常警觉，常常提醒自己，早晚课要做啊。每天三餐的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护法、供华就龙僧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。马上观想啊，佛则觉也，法则正也，僧则净也，护法则护持。这一念心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。早晚课要做，天天要做，时时观想，才不会被社会的大染缸染上啊！你知道，所以不能离开经教啊！一经教久了以后，就被社会吸染了。你看，所有人很可怜呐、啊！你看，真的很可怜。我们有个希望，我们要成佛，我们知道没有生死。社会人呐、啊，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，一场梦，什么都带不走。
啊，你看那个有钱人啊，不要不管说什么张荣华先生也好，王永庆先生也好，最近有一个台湾殡葬业的龙首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他1000多亿，两手一摊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就看不开，天天想着股票涨多少哦，现在有什么基金，还有什么押金，有什么牛金，对不对？有什么钱，有什么黄金，有什么期货，有什么，天天在想这些，想到做一场梦。为什么不思维正理呢？不想讲佛法的教理呢？不想出三界了生死，解脱烦恼，专门在想烦恼的事情。哎呀，所以啊，菩萨为什么这么啊，昼夜长叫不倦呢？啊，因为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我们这个是秽土啊，是处处都在引导你，引经入瓮啊，叫你受苦受难啊，只有佛法是光明啊，在照耀你啊，引导你啊，所以菩萨辛苦就在这里啊。那我们的后来不能说你来哦，不忘了拿个香烟压着你来听经，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只好大家有善根的人来嘛，啊，只要有人来，我们就开课啊。那有位老师说：“哎呦，这个我的学生人很少哎，怎么？”我说：“不要紧，只要有人来你就上，对不对？叫一个也要上，不要说因为人少，我们也不是为了人多而成，我们为了帮助众生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有人愿意学佛，我们就帮助他。啊，我们不是在那里争啊，很多人怎么不需要这样，真的就是这样，我们只能够这样啊，啊，尽自己的力量，尽力而为啊。”所以菩萨也是一样啊，等以父如是啊，昼夜长叫不倦啊，因为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你一不小心就掉入陷阱了，就掉下去了，随时要提醒，随时要警觉自己啊！啊，一切众生有信不信，而常教化无有疲厌啊。有时候众生信了，突然又不信了。受人委屈，受人家说，哎呀，这什么时代还信佛，还怎么样呢？哦，你吃三杯，吃不三杯应彩，怎么上西天？或者讲些风凉话？哎呀，及时行乐了，人生何必那么样呢？啊，不能，这过于的力量太多了。啊，现在什么什么去哪里？现在北海道或者哪里正在樱花开啊？什么地方？赶快去哦！啊，人生难得啊，什么什么，天天的过于你。啊，你要去北海道，我教你啊。到平林那个山上里面，坐在那里坐7、8个小时，好安静的，非常舒服啊！你把它训练得了定了，哇，很舒服。到哪里心都是安安定定，非常安定，在什么地方都安定，等什么也不会急，也不会着急，也不会什么等车子、等排队什么都安安定定，养成习惯，把心定下来啊！要先把它浮躁起来，那很辛苦啊，静不下来很辛苦啊。所以一切众生有信不信，有时候有信又变成不信，所以菩萨你不信要想尽办法再把你让你恢复你的信心啊，因为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啊，啊，你才能够来成就无上菩提啊。所以而常教化无有疲厌啊。我们请接着请继续看经文。善男者，善知识者，所谓菩萨佛辟之佛声闻，人中信方等者，何故名为善知识耶？善知识者，能教众生远离十恶，修行十善，以是义故名善知识。复次，善知识者，如法而说，如法如说而行。因何名为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？自不杀生，叫人不杀，乃至自行正见，叫人正见。若能如是，则得名为真善之事。自修菩提，也能叫人修行菩提，以是义故名善之事。自能修行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，也能叫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，复以是义名善知识。善知识者，有善法故。何等善法？所作之事不求自乐，常为众生而求一乐，见他有过，不说其短，
口常先说存善之事，一事一故明善之事。那接下来佛陀又告诉光明遍照高贵多王菩萨及大众啊，称呼到善男子。善知识所是什么呢？哎，现在点出来了。所谓菩萨呀，觉悟的有情众生呐、啊，还有佛啊，佛陀真的是啊，至尊呐、啊，三界导师啊，那当然是大善知识啊，啊，辟支佛声闻呐、啊，啊，这就是出三界了生死的圣人呐、啊，啊，那如果不是这出三界了生死的圣人呐、啊？那要什么样也可以成为善知识呢？人中信方等则啊，啊，这人中是佛弟子中，这些修行人、修行人、佛弟子不是外道的修行人，是佛弟子中的修行人。他通达心地法门，了解这万法为心的，因为佛的内点嘛，最后就是找回你自己的本心嘛。如果他叫你心外见法，啊，如果是心外见法，也告诉你，啊，用虚空观告诉你，因缘有住性空，缘起性空，叫你修空三昧，啊，无相三昧，无作三昧，啊，由这三三昧而入三界脱门，这也可以出三界了生死啊。那你出三界了生死以后，再回小向大，依菩萨的教法。啊，行菩萨道来证无上菩提，所以你最起码你可以入个方程，入个化程呢、啊，从化程再回想向大行菩萨道的成就无上佛果啊。无上佛果怎么成？明心见性啊，所以无上佛果怎么成？啊，就是开悟见性嘛。开悟悟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到开悟悟什么？开悟什么？悟本真心嘛，对，悟本真心，直下会起悟本真心，啊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因为心理相待，能所断常有，所以禅古德常讲，只问你的知见，不问你的心思。你说哦，我见了一切光明，哎，心外见法，啊，你所以本心是理相待，能所断常有啊。你有一字一句，那、啊、就是相待能所了。所以直下承担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直下会起啊，啊，很明心呐、啊，离的世间法，也离的出世间法，就像空寂的本心一尘不染，所以叫清净无染，无所依止，也没有增损，悟了坚念心，坚念心呐、啊，体性空寂啊，真空妙有啊，因为你以为在内。要么在外，要么在中间，所以告诉你不在内外中间，它就在作用坚念心，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作用中，你的本心，眼睛能见，耳朵能听，鼻子能嗅，口能说，手能抓，脚能奔，在意能知，能够通达一切，能够理解一切，坚念心，那真空妙有不晓在哪里，啊，第一空的啊。它是空影不灭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叫我们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因为着了空见，那就有了在内在内在外的差别，因为它是本身的虚空性了、啊。啊，你看，你顺着它，顺着接念一接触它，自然明白，自然知道该怎么做，就是三轮妙用，对不对？在你的身心就可以能显现三轮妙用真理的化身，在宇宙在气世间，你看我们地球上的这个春夏秋冬，春暖夏。夏热啊，秋凉，冬冷啊，这个事实的运作都是他在做，这是我们本心在做，本心在这个活体哦。所以，如果大家都有一点人伦的道德，这个事实就风调雨顺，对不对？都很自然，自然。如果大家都叛逆，嚯、哦，但这都欢迎茶叶子找哈。狼，我常讲啊，狼不叫尬技，哎，狼不叫天理啊。天的不叫尬技，他就给你夏天下雪，冬天叫你干旱，叫你这个火烧山，叫你那种奇奇怪怪，他不知道事实，不知道因果，
所以你看这个宇宙中啊，成住这个宇宙，这个气世间的这生住异灭，这宇宙间的成住坏空，人的生老病死，还有这个世间的一切变化，这气候的变迁，植物动物的成长啊，你看你看橘子就是长橘子，嘿，它就不会长苹果啊，苹果就长苹果啊，这个红花就是开红花，绿就开绿的，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这心在说啊，前途的心，法界的心在运作啊，这里就有见闻修藏皆是，这心就是大道啊，知道吗？心就是无上妙道，它体空寂，你顺着它就是大道，你不顺它，那就是九界有情啊。所以你看到了全教菩萨，即使是十回向还没有完全顺他，他还修中观，西两边分别止，还有作意的因缘在，还有觉观的因缘在啊。如果你顺他的时候，那就是真正是中道佛性，纯粹是他。什么叫中道？离界相待能所断常有的结缘的心性，就是中道，他就是真理啊，顺着他，他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，是自身自显，他的无上妙道啊。他记住万法能生，万法不可思议，他是资料库，是宝藏库，是记忆体，记住万法能生，万法变现之法界，太不可思议，悟本真心，他告诉你这个真相，你认识了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，你就知道啊，你要走什么路啊。你要找回你自己的本家才重要，你的本家的一真法界，心想事成，事事无碍啦。那如果一切众生都找到本家，这世界的空寂都不见了，恢复空灵不灭，真空妙有一个觉性，没有所谓的大小，这大小是它幻现出来的幻境而已啊。宇宙是个幻境啊，就像你晚上做梦，那个梦境是个幻境，道理是一样的啊。一切无有真啊，所有见已真，所见尽非真，《坛经》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啊。所以人中信方等者，这些啊佛弟中了解诸法实相，了解心地法门。所谓的心地法门，就是诸法实相的一切万法的真相，心变出来的，要了解这个。因为佛法最重要就叫你认识这个。声闻缘觉还不到这个，哎，他有处理心，他把涅槃寂静当成是真的，切不断你看到涅槃寂静，真是心外见法，啊，因为你真正回到本心，你见到的涅槃寂静不是立相待你所是，所以你真正见到本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，人所寂泯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那坛经说得好清楚啊，他叫我们如但心如虚空。不着空见，因为着了空见就立了相待能所了，变成住空了。不着空见，那是空然荡惚，像虚空，没有感觉虚空了。啊，从有心用到无心处，无心不喜有心知啊。所以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。应用它，那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不是有念无念无念，是因为你有念才讲无念呢、啊。啊，对不对？你变成无念，那还是走的相待能所啊。所以有念无念即前，那就是具体即用即，啊，那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是在该怎么做。但是一接触即明白，明白就是该怎么做。在三德涅槃叫即法身、即般若、即解脱。那大圣起心论叫即体大、即相大、即用大。就这样啊，它就是这样啊，有体有用啊，心就是这样啊，不是什么有念无念的问题啊，它就是这么活活。婆婆的真相，所以六祖大师、慧能大师说：“应用无碍，他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这是该怎么做。三种妙用，动静无心，啊，不会着相，着相要么就做了变成有心，要么就无心，啊，但动静无心那么自在。这动静无心，在动静中的如如之心，就是真实啊，心如静也如啊，这是。”凡圣勤妄，世间法就是善恶世间的诸法，那出世间呢，解脱啦，这个是戒定慧啊，处处世间法通通放下来，解脱诸见相，啊，所以说凡圣勤妄，能所寂泯呐、啊，我所能所寂泯，性相如如啊，性相相就是哈，或相大用大，或为六入十二十八界的性。
啊，这个相，性是体啊，性跟相是如如，始终不变，一致而无差别。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，那是性相如如啊，啊，无不定时。哎，这是真的定，他也没有什么我的定的感觉，我有怎么样的感觉没有？一种平怀泯然自自净，这就是安心法门。你要了解这个，要很清楚啊。会越来越清楚的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会越来越清楚啊！你修行一条路好清楚哦，那这心地法门很重要的。所以人中性方等者啊，啊，就是这佛弟子啊，在修行的佛弟子，修学佛法的佛弟子，能够了解心地法门的，深入心地法门，通达诸法实相的，这个称善知识啊，啊。何故名为善知识耶？那为什么名为善知识耶？善知识者，能教众生远离十恶，修行十善，以是一故名善知识。你看，嘿，这里讲中间呐、啊，讲远离十恶，修行十善呐、啊，不是这么单纯呐、啊，还是这样的提升呐、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哪一个人说他没有十恶？啊，一个人如果他讲没有十恶，我真的是跟他顶礼。你没有一点维系的报复心，没有一点维系的称心，恼心，恼就是维系的报复。当你是人家对你侮辱，这个人应该怎样怎样，嘴巴没有骂出来，心里在骂，对不对？那就十恶了。所以没有十恶就不得了了，这个不得了啊！你要知道，所以你要先告诉你远离十恶，先从下品十恶的远离，然后提倡啊。这个下品十善的远离十恶，然后入中品十善，啊，能够提升境界到上品十善，说修十善，上品十善再上去，下品四无量心，下品四无量心再上去，中品四无量心再上去，上品四无量心再上去，身口意三业清净，佛出世啊，啊，然后再上去三轮妙用，普度有情。我们本经说的好清楚啊，如佛如来净土就是十善业，这样扩散，这样不断的提升了，建立出来了。诸佛如来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，也是这十善业在不断的提升而庄严出来的，有没有？我们前面刚转过了，所以不要小看远离十恶修行十善啊，道理就是在这里啊。哦、不是怎么只有教我们教十善教人天，所以我说十善 是通菩萨道的，所以佛只有一佛身，无二也无三，不要以为真的佛有人间法天上法，人间的法叫你最后你一定是去啊受这个出三界法，一定是走入出世间法五界，最后你一定走入出世间法，所以你修五戒得人生，是五戒修的不怎么好的，修的好绝对是走入出世间法的。你十善修的最后升天了，那不是修的 不怎么理想，修的不怎么好才升天了，修的好变成菩萨，最后成佛啊，就建立佛国度啊。你看，所以在这里讲教导众生远离十恶修行十善，但是菩萨循循善诱，不断的提升你，不断的帮你提升，提升到四无量心，提升到三业清净，啊，最后提升到八正道，不是记这个教条，率性智慧道，那个率性智慧道乘法行表现出来，没有离开这八正道的任何一条，八正道是无量无边的真理的化身，了解这个意思啊、哦，所以啊。啊，修行十善，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啊。他叫你最后叫你成佛道的。复次，善知识者，如法而说，如法而行啊。啊，所以善知识是言行一致啊，表里如一啊。我前面才跟大家讲，啊，共快快的，作为高。啊，尤其我们看到世间法，啊，这些要贤集的，这些政客，这些。哦、大家都说的话好像非常的爱国，非常的爱民，非常的什么，嘿嘿，我看有时候都不太一样、啊、有时候都不是这个样子、啊、
都是利益啦，争什么光电啦，争什么啦，哇，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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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高铁的火车站留在他的土地附近啦，这争什么啦，啊，对不对？说的都很好听，啊，这孔老夫子都叫我们听其言而观其行啦，你说不是只有听其言啦，我跟你讲，在家人会这样，出家也会这样啊。你要知道，出家也会啊，在家也会，出家人也会讲，那是社会的讯息，啊，这个讯息量太大了，啊，现在你修的怎么好，那么快，哇，你的庙哇好大，哇，你说的几个道场好大，哎，大家，哇，这个大叔，大叔，啊，这大叔，谁比有大叔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在家讲，出家也变成这样，所以呢，所以真的，你一定要看。是不是他言行一致、表里如一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个人会讲，那做出来都不是这样。哎，跟着他学的人，他也会讲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这个很会讲的，或刚刚弄暴气，都好处都他暴气，对不对？只要会讲就行了。哎，这让他大半夜来短信，你知道吗？这反正教坏了一些人，嗯，要找个言行一致。所以现在社会很需要一个表里如一、言行一致的修行人，政治人物也是一样。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大家一定要帮助他，一定要让他，啊，如果要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，那真的要找一个表里如一、言行一致，啊，正规、中规中矩的人，啊，四处世间法都是一样，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，所以善知识者如法而说，如法如说而行，所以广钦老和尚就说了，啊，说的。一丈不如做的一尺啊！广钦老和尚讲的，不如你做几丘。那做了一尺，不如能够正的一寸，你想你那一寸，否则你就人天散发。啊，所以他讲，能说不能行啊，啊，能行不能持啊，你能够行不能持啊，嗯，不能化本分事持住了，一而不失。所以。这个善知识要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，表里如一，言行一致，公一稿都要做一稿。因何名为如法而说，如法如说而行呢？啊，自不杀生，叫人不杀，乃至自行正见，叫人正见。若能如是，则得名为真善知识。这里只是举不杀生，举罪条，其实就是举十善业。你自己知道不杀生。啊，不偷盗，啊，不会有男女的这种贪爱贪念，啊，如果你是修行人，还有男女的贪念，那怎么行？那偷盗不义之财，啊，他不能说哦，我有功德啊，我很厉害啊，我怎么样啊，我会加持啊，怎么样的，嘿嘿，对不对？这个心里就想的名闻利养，这是偷盗不义之财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能不，你心里想的这些啊，这是偷盗，所以举杀生，那个杀生最重。其实这举十善了，因为我们前面说的很清楚，这下品、中品、上品可以入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可以入三，身可以三念清净，这不是一个杀生，表示善。啊，不妄语，不欺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。啊，妄语很容易啊，这个很容易，在家出家都一样。啊，是。这个社会人士也一样，啊，那出家也会讲妄语，啊，这个很难，啊，那欺语是出家在家人比较会讲欺语，对不对？出家人比较不会，啊，但是恶口这个很难讲，有时候也会哦，在家出家都有恶口，也羞麻，对不对？会吵架，都就是难免，啊，两舌，一不小心两舌了，都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挑拨离间，那一不小心就变成两舌。所以真的不要讲无意义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了，我现在常常一个人习惯了，一个人，啊，真的一个人习惯了。现在几乎要讲奇异的机会也不多，因为我几乎，我学到现在真的几乎没有朋友了，真正的呢，啊，以前是朋友一大堆，有钓鱼的，有打牌的，有什么的，现在都没啊，生意上的都没啊，因为在一起都讲那些五十三了，也不想讲了。那现在来我这里，大家都谈佛法，大家都讲佛法，谈的就是佛法的理论，佛法的研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这不朋友不需要很多啊，你看现在好朋友好得不得了，然后吃了一顿饭啊，喝两杯酒啊，都要牙出来太累。你看看，你看报纸不是天天登吗？枪拿出来，骗了，骗他去了，那朋友在欺骗朋友，啊，你看那些被人家骗到柬埔寨去的那些朋友啊，哎，要不你拿美金多少钱来续啊？没有钱怎么办？或者你就叫两个人来，两个换一个，或者三个换一个，哎，然后他来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。哎呀，这赞的呀！哦，一个月50万呐、啊！哦，把他朋友带来骗2、3个来，他跑回去，俩出轨，他很看，对不对？他朋友给他抓进来，他自己跑回来了。这样的朋友要这个干什么嘛？大家都讲的他又干又甜啊！那好朋友，哎，他没有钱了哦。你看报纸天天在登呢、啊，啊，借了钱要利息哦。好了，没有利息是好朋友哎，把你押去哪里，把你揍一顿，甚至把你害了。不是报纸天天在登吗？所以啊，我们要道友同参道友，大家修学同一个法门，有问题再来谈佛法，没有问题不要闲聊。佛法讲不要有，前面刚讲过，不要谈那个无意义，无意义就闲聊，闲聊就会不小心就两舌挑拨离间啊。人家张三说什么样？哎，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哈，他都讲哦，他心里有。打了劫了，你造业了，所以要小心了啊！所以在这里讲啊，自不杀生，叫人不杀啊，然后不要不贪不嗔不痴。你看他叫你不贪不嗔不痴，这多难呢、啊！啊，稍稍有点意念啊，所以我说不要羡慕，不要嫉妒。哦，你羡慕人家股票哇中了大财了，你羡慕人家中大奖了，乐透中大奖。哎，你有贪，你没有把贪断掉。啊，你有贪嗔痴，所以有一点点恼意，一种受人的委屈，有点报复，希望这个人不好，得到不好的报，恼意就出来了，恼就是报复了，生气的嗔出来了，恼就生出来了，而贪嗔痴的生出来了，啊，那个恼意就痴了，不知道助他之间不可毫端了，有钱无钱通言种事，你想害别人跟他结恶缘，不是愚痴吗？所以啊，自不杀生。就是自己，修13业、15量心，乃至3业清净，3种妙用，也教人家这个方法而入佛道啊，乃至自行正见的教人正见的，自己正行自见的教人正见，教人正见，正见最重要是什么？开悟见性的，这最重要的，开悟见性，开悟啊！我刚刚跟大家讲过，开悟的。悟本真心了、啊，这法界就是你自己的本心，变现这十法界出来啊！这本心的如来藏妙真如现，这第一空啊，空明不灭的东西啊，它是个觉性觉醒，这个觉的内涵，它是大资料库、大记忆库，对不对？大宝藏库，聚恒沙妙德，人生万法，具足万法，不可思议，不生不灭，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，能够万象足，不随世俗雕啊！它那个运转。大地宇宙万物，在你的身口变成叫你通身化为真理，身口意都化为真理，你知道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悟本真心，这个有无俱全啊，世间法放下来了，出世间的放下来，清净污染无所依止，你的本来心直下慧起，直下承担，原来它是空性的东西啊！所以叫开悟见性，它是第一空，它是个活体，不可思议啊！它变现十法界啊！所以你要知道啊，这眼前的境界是什么？是它变现出来的，它变现出来只是幻境，但是你有业被牵到这里啊，你看的就是真的，就这样一回事，那你没有这个业就看不到天界，就看不到天人，就觉得他的天界是真的，这世间都是空的，所以你要知道。要有正见的缘起啊，不仅仅是开悟见性，还要有正见缘起的正见。生就是无生，相由实无，它的如来藏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那整个宇宙万法叫如来藏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一动特得的心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梦醒了当体之心。我天天讲，天天讲，讲到有一天你一定会懂。你知道，一直是心，一直看，这缘起的正见呢、啊？你知道要很清楚了解了，有点开始有点好像懂，
似懂非懂，慢慢开始懂了，懂了又会退掉，然后慢慢越来越懂，越来越懂，越懂了了解，那继续熏，不要造业，不要去换这十二业，尽量修十三业，增长你的福慧的滋养，福至心里，慢慢、开始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，哎，又退掉了，感受到了又退掉了，然后又慢慢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哎，慢慢又不会退了。当他没有退的时候，那观照力量很强。所有的这种感情、亲情的问题，反正不是叫你不要解决哦，只是你碰到这种啊，现在我们人啊，对这个亲情最难舍，自己的儿女啊，自己的什么啦，啊，这个很难舍。但是呢，不是叫你坏相啊，没有啊，这事情要做得很圆融啊。但是一晃就快康呀，这因缘缘起的假象没有办法。你今天为什么讲缘界假象？我没办法，你当体即空，这万法皆空，一观就放下来了。完了，掉一掉，你知道吗？那力量很强，非常强。缘起的正见一定要有啊！这些啊，亲情啊，不是叫你不要管世间事啊，世间事要做的圆融啊。但是烦恼掉一掉，一观就放下来，事情一样做，事情烦恼掉一掉，恩怨情仇人我是非利害得失啊，不会担心啊，他会对我怎么的看法？黑领导在搞我关系，对不对啊？他会不会觉得我这样？那是你家里的事情，你自己的功能你都不了解，你什么事你都看得很开啊。佛法不是看得开放得下而已啊，你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呢、啊？知道空梦醒过来还看不开梦境吗？对不对？你会越来越清楚啊。那你只要不破戒，只要用功。一个月清楚，一个月清楚，一个月清楚，哎呀，怎么不证涅槃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修学大般涅槃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乃至自行证见，叫人证见呢 啊，若能如是，则等名为真善之士。所以你要学习做个真善之士啊，这些帮助众生啊，这最大的报佛恩啊，不是天天拿苹果啊。那进口水泥啊，这供佛，你要自己成就啊，你要自己开悟见性，你要续佛慧命呢、啊，啊，传承如来的大法，你真的最大的报佛恩呢、啊。所以诸佛如来都护念着你呀、啊，保护着你呀、啊，你到哪里都有很不可思议的感应呢、啊，真的，啊，都护念着你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这是自己啊，要学习做一个真善之士。啊，所以真善知识，你看看这里说的好清楚，除了菩萨、佛、辟支佛身以外，人中信欢等着，这个人中就是佛弟子，能够了解诸法实相、心地法门的，啊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啊，自修菩提也能叫人修行菩提，以是一故事，故名善知识啊。啊，这个修菩提，自己修菩提，菩提在哪里？菩提是什么？菩提是觉啊，你的心呢？自心本觉啊，这是你的本心嘛。菩提就在你清净污染的本心里面呢、啊。那清净污染要怎么恢复？放下就好了。看一开放一下，菩提就跑出来了。菩提自然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是他该怎么做。菩提就具体大、具象大、具用大。菩提就是具法身、具般若、具解脱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无碍。菩提就是四字菩提。度了一个灾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的本心的妙用而已啊！啊，你现在为什么变成妄心？就是你看不破、放不下嘛，念念攀缘嘛，念念在的往外缘嘛。所以叫你出世间法，叫你放下世间法。那是放下世间法，你抓住了出世间法，还不是无上菩提啊？啊，只能够叫做正觉位啊，不是无上菩提啊。正觉位，阿罗汉的偏正的正觉、啊，不是正等正觉啊。正等正觉是。世间佛放下来，出世间呢放下来了，两边一起放下来，显本真心，它的作用就是无上菩提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空相，了解这万法皆空，你才放得下来。放下就是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就这么简单，放下当下就开出来了，就像镜子一擦干净就可以照了，就像乌云满布啊，白天乌云满布，没有日光，云一破，阳光就出来了。都叫紧啊！这烦恼即菩提啊，染上了就是烦恼啊，看开了就是菩提啊。嗯、所以达摩祖师最先派两位弟子来我们东土啊，啊，一位叫佛陀啊，还有一位
哎呀，有两位弟子。那两位弟子，因为他传的是心地法门啊，啊，叫你顿悟成佛啊。那时候我们中国这种顿悟成佛了，直指人心，渐渐成佛了，啊，这个还一年还没成熟啊，所以大家都说成佛生到阿僧祇劫，哪有顿悟就成佛了？说他是妖言惑众，说皇上派兵抓他，哎，他跑到那个庐山慧能大师那里，慧能大师很受朝廷的尊敬，所以军队就没有再去抓他了。啊，那这个慧能大师就问他，这个大圣法义啊，那他用手讲啊，这两位大师啊，这佛陀啊，跟耶稣好像是这两位，他用这么快的速度讲。这样快不快？这样一个掌，这样这个掌整个这样，一体两面嘛，哈，这样快不快？都叫做手啊，啊，这个钱都叫做手，一体这样快不快？他这很快，他有一样比他还快，啊，慧能大师就问他什么比他快？烦恼即菩提，都是手，都一面，转上了就叫烦恼，离相就是菩提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看开懂他，菩提就现出来。六祖慧能大师的烦恼即菩提，无二无别啊！心佛善众生三无差别啊，着相名众生，离相离也离，名诸佛啊！所以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！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！所以这个自修菩提也能教人修行菩提啊，因为他知道菩提在哪里啊。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菩提在哪里，你去外面找不到啊，以为那些三藏十二经典都是菩提，你把它背熟了都不是菩提，你把它背熟了烦恼都不会断，要透过你的悟性啊。所以以是义故名善之事啊，所以智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，也能叫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，以复以施义明善之事啊，也能叫人信为一切道人功德母。那信很重要啊，要信三宝啊，信三宝，养子为三宝。我从这样入的啊，我以前我们在乡下信的。都是多神教啊，什么都信啊，最后我养子为三宝，我家里供的这是三宝，啊，以前也供了很多有什么神像，啊，那我家长往生以后，我就把它，啊，恢复，全都是佛法，养子为三宝，一心养子为三宝，一定要知道一门深入很重要啊，啊，那由于外面，因为我们现在心佛众生虽然是。三无差别，但我们现在确实是凡夫，你有烦恼啊，啊，那借着佛法僧的教导，最后叫你找到原来佛宝就是你的心体，法身心体，你的本心的心体。那法宝是什么？你本心的智慧啊，你的本心的智慧啊，法宝啊，啊，正知正见啊。那身宝是什么？你本心的大机大用，用而不染啊，清净无染。所以我们有外向的三宝，啊，他们已经成就了，已经证得本心了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到本心呢，借着，啊，已经成就者的三宝的教化，让我们回到本心。一回到本心，原来我们大家都一样，所有的河流流到大海，全都是一个海而已啊！自他之间不可毫端，不可毫端的尽宇宙只是一，就是一切。一切就是一，因为本心不可分割，分割是你自己的相待能所断长有执着的分别啊，是我法二字变出来的，所以要信三宝啊，所以你要知道，要一门深入，深信三宝，啊，不要搞儒释道啊，啊，千万记得，啊，一定要坚持深信三宝，既然学佛，这个信心一定要建立的，啊。如果人家跟你讲，哦，这个也很好，这个很好，千万不要。佛法里面一门深入，列兴修。我今天得到好处，就一门深入，深信三宝。你看我在讲这个课，连想都不要想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不是在讲夸大话，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？
深信三宝，一门深入，一条路一直去，体验到信心。哦，就讲没了，信心东西讲不完的，嗯。所以信戒，他说我跟你讲，不能破戒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戒律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告诉我们，一切尽无妨，常自见己过，以道即相当。所以戒不是死教条。当你心觉得不安，你就要知道有问题了，你就要好好检讨。所以事实要检讨啊，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当你觉得这个事情会让你心不安，不要找任何理由，就不要去做啊，因为道就是真理啊。啊，你心里为什么会去做这个？一定有啊，有所贪嗔痴的影响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去做，但你觉得不安啊，因为你深信三宝，还有你心起。就是这种大波涅槃境的真理，菩萨会提醒你、警告你，啊，让你觉得心不安，心不安，你都莫走，走你都，你就会很难受，心里就很不安，会障碍你。所以他六祖讲得非常好啊，一切尽无妨，你放心，常自见己过，以道即相当，因为道没有过啊，道非善非恶啊，它是真理啊，真理没有过啊。道是真善美慧的东西啊，没有过啊，所以信戒啊，所以你有信，慢慢慢慢的心清净了啊，你会守自信戒，自心无非是为戒啊，自心无非是戒，而不是诸恶莫作是为戒。到达你自信无非是为戒，那叫什么啊？常见己过，以道即相当。你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这里有过，我要改啊，我有过，有过要改啊。所以你真的修行人。就会变成什么？变成君子啊，君子啊，君子什么？君子独过啊，对不对？小人无过，小人都能怪别人了、啊。那么你不丢，我嘛咋安呢？都是你害的，或都是通通怪别人。你看现在社会不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君子无过，通通啊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，都是我害的。我讲那句话，所以他才会冲动啊，都是我害，我不应该对他这样，所以他今天会堕落的，我害的，时时都在检讨自己，不要紧，增长你的慈悲心啊，增长你的包容心，增长你的度大和能容啊，所以信戒啊，他的戒有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提升到自心无非是为戒啊，这个众善奉行是为慧。啊，自心不乱是为定，从这里来提升呐、啊。说信戒布施啊，这个布施有三种布施。这里讲的布施，因为布施舍六度，我前面都跟大家讲过了。它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这三个合起来就舍六度的。你把它用在日常生活，就舍六度。所以几个布施其实就是六度的。多闻呐、啊，智慧多闻不是叫你一开始学就学多闻呐、啊，不是啊，在佛教里面。啊，所以怎么说啊，你在学那个佛学，在佛学院里面，佛学进阶班啊，你刚开始就读了一年以后啊，读了一年才这个进阶，那一年有个基础，对佛法的概念有个基础以后啊，你就到各班去听，这个20班每一班，这个因为我们有21班嘛啊，那这个前后期有10钟，所以20班。那加上基础进阶班，他2年，所以我们2年招生一次，是因为他毕业了要去选科系嘛。所以你看，去多闻，去听到，哎哦，这个我听了，哦，啊好，这迷上了，这个我太喜欢了，哎，这多闻，这先择法，所以多闻的意思就是让你先择法。如果你这没有去听，对不对？硬是强迫你听这个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对这个法门，这根本没有兴趣啊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兴趣，你听了太久，进步很慢，因为你没有兴趣，啊，你的八识田中没有种下这样的，你的因缘跟他不相应，所以你多多听听看，多引听听看，听了哇，这个法门跟我相应，一门深入，所以多引的一门深入，我心地法门。不是叫你一本的、啊，只有一本叫一本陷入，陷进去了不行了、啊，一门深入，但一本专精。所以我常讲的，我们是从《坛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《圆觉经》《八识规矩颂》《大圣起信论》，哈、啊，
然后的楞严经、楞伽经、维摩诘、所说经，最后大般涅槃经，这个一门将而入。但是你在前面到楞伽经，这个是叫你开悟了，啊，叫你悟本心，叫你开悟了解空性。那这个维摩诘经是告诉你本性的大机大用。啊，他是讲四十五爱法界的维摩诘经呢，看是四十五爱的，不可思议啊，啊，不可，所以叫维摩诘经是不可思议经呢、啊，啊，要讲我们自信的大机大用，最后大般涅槃经把你提菩提真上，整个境界提升。比如说你以前读这样，只能够达到啊五十分，读大般涅槃经给你提升到八十分、九十分。一直把你提升，最后这一本，啊，所以我是一门这样进来，但是我一本专精，那我一本是坛经，我坛经一本很专精，我专的那一本，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不一定要跟我一样是坛经，有的人在楞严经呢，有的人在这个圆觉经呢，有的人在维摩诘所说经呢，有的人在哪一个都不一定呢，这随个人的根性，要多有个好处，啊，让你知道。我的根性在哪里？你抓遭到了，你就要一门深入啊，你才会成就。那不是一开始就三藏所有经通通读了，到最后都灰体啊，对不对？到最后都变成学问，一堆学问，心外见法。你学问再好，都是心外见法啊。那佛法这些道理，最后只成慧本心而已啊，直下慧起的本心呐、啊，啊，实在慧起的本心，真正证悟本心的人，他不在明白里啊。一明白就立相待能所，所以赵州和尚说：“我不在明白里，啊，而不在明白里，率性之为道，乘法行，这么自在啊！所以这个也叫人，所以多闻智慧啊！所以你在一门深入，啊，你就会有闻慧，闻所成慧，入思所成慧。当然，这个中间也有十三业的解行啊，福慧的资粮的双修啊，啊，也有六度。我刚才举这布施就是。”这舍六度就是一种福慧的双修啊，然后呢，啊，有闻所成慧，啊，然后你有福慧的资粮，能够入思所成慧，思所成慧你起观照就入修所成慧，修所修慧就真正的相应开智慧，开启你自信的智慧，那已经不是在文字里面了，不是你心意识的分别啊，是你般若的智照啊，所以到最后叫你开启般若智照的智慧啊。所以这个他自己能够一这样修，也能够教你这样做。为什么？他有经验了、啊、他自己这样学过来得到好处了，要经验了、啊、他一定的好处啊，他把好处告诉你啊，信不信由你啊，就这样而已啊，那这个勉强不得 啊。所以啊，他也能教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，因为他是这条路走过来的啊。所以一知三下路啊，西明过来人啊，如果他只是读，他还叫你读，你读了一堆学问，不好啊了，最后一场梦，康体啊，没有了，那化成你的功夫啊，你的受用，这才是，这才是金的命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读那些教理有什么用？你不去实践，那只是高高在上而已啊，啊，对不对？结个缘呐、啊，来生还要继续修行，所以提升你自己的受用境界啊。所以跟他叫你多闻智慧，以是亦故名善知识，这才真的善知识，不是叫你读书啊，啊，不是讲些道理给你听啊，要叫你怎么去做啊，怎么才能够入啊？善知识者有善法故，何等善法？所作之事不求自乐，才为众生而求于乐啊！啊，这个善知识者有善法，什么善法？你要知道，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啊。不求自乐是什么意思？这善知识什么？不为名闻利养，不要人家恭敬礼拜，不要人家送红包，不要人家送礼，最最重要，不求自乐。你能够做到这个，爱我啊！所以你们不要让我变成恶知识，怕变被上内好啊！拜托拜托，对不对？哈，我避之唯恐不及，这样。哎，一般人都会啊，不是？被上内好过啊，被搞恭敬供养，要来给我欢喜啊！善知识不为这个。这个会让人家堕落，除非你真的已经如如不动不取向，完全相应空性，你不会受影响。如果你没有相应这样，也受影响呢。或、哦、那个大家等你走路走头前，边那鬼白，对不对？一出门，我好像
好像不特别像王爷出巡啊，那货黑不作送，是不是？但是不会这个、啊，有的人就喜欢这样排场啊，很爽快啊，对不对？出门哇，风风光光的排场，这是什么善知识啊？真的，这不是善知识啊。所以我们中国的禅师都是很辛苦啊，龙禅在做龙啊。你看那个大禅师啊，啊，像龟山禅师啊，你要是看到他像农夫一样，啊。他很客气，你来他就亲自给你倒茶，都客客气气啊，他绝对不会为名闻利养，啊，为了有名，为了这个人家恭敬礼拜的赞叹的什么，这不是为这个，那个没有用。所以所做之事不求自乐，所以不求自乐，不要这两个字而已，内容好深哦，你知道啊？啊，哦，常为众生而求一乐，真正是为众生离苦得乐、啊，好话说尽了、啊，就是要让。希望众生能够入佛之见，希望众生能够好好修行学佛，只有这个愿望，其他没有啊，其他没有，这是善知识、啊、见他有故，不说其短，口常先说纯善知识，以是一故名善知识。这善知识有智慧，尤其像我们现在末法时候，大家都很自慢，很骄慢，没共的，你知道，一讲他就跑掉了，一讲没有什么了不起哦。水龙跟你讲得很好听，哦，老师哦，你怎样？你讲他，他马上跟你去批评。我告诉你，他才不跟你客气，对不对？现在人就是这样，非常傲慢，自以为是。所以善知识，他嘿，绝不会说你坏话。他不是不教你，不能讲，一讲，这个人就生气了，就伤到他的自尊心了。现在民主啊，谁怕谁啊？对不对？很难讲啊。古代这不一样，古代。学生被打啊，谢谢师父慈悲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哎，你等会告你到法院去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你骂我伤了我自尊心，毁谤，这不哇，真的很恐怖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善知识很聪明啊，他为了教化你，他不会骂你啊。我曾经我稍微曾经有一个，我、哦、平时对你这样，我讲了他一次，冲一点而已，哦，马上就击膜拜，我说感谢，哎，对。确实没错啊，这讲得很好啊，啊，善知识见他有故不说其短，绝对不能说他其短，口中先说纯善知识，以是一故名善知识。嘴巴怎么讲？纯善知识啊，你是啊，哇，那个的，嘿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碰到这个很小气的人，那不会说哎，你心量要大，不是？哎，他赞叹啊，某某居士大好。那个心量好大，受人的委屈都还能够忍住啊！哎呀，我不如他呀，这个我要多多跟他学习啊，真的，我在这一点上不如他，要赞叹别人，要让他自己听一听，要找地别公一半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这个人恶口，对不对？常常骂人，讲话的恶口，他不说他，你讲话都恶口，他不会这么讲。啊，某某人讲话都讲真善意啊，赞叹你、啊。某某人啊，哎呀，我都不如他。我说讲话很粗鲁啊，他讲话好细腻，那个声音好微细，让你听得很舒服啊。然后讲的会让你很喜欢，让他自己检讨。哎，我没有说你啊，善知识就这样，他懂得现在人性了、啊，所以要懂得心理学啊，这一点我真的不行，我常常就滴滴的处理啊，啊这啊出来这伤害人家了，这个不好。所以啊，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们不谈其他话，大家谈佛法就好了。啊，那可别去跟人起冲突。啊，善知识不会这样，善知识他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这种情形，他会赞叹的话来让你检讨，来让你反省，让你改过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连那个善知识都觉得他不如他了。哎呀，这个一定有他的殊胜的道理，我也要学呀、啊。你看，自己说我不如他，我不如谁？其实他哪会不如？用这样讲，所以口中常说纯善知识啊，这样人才叫善知识啊，绝对不会在那自吹自擂呀、啊。好，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恭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